下一集。要不是我现在对你耍脾气，你就不会被凯文的爸爸妈妈带回去了。你们不是走了很久吗？为什么家里还有狗粮？你离家出走的那段时间，有一只跟 Rainbow 带着一模一样项圈的小狗出现在家楼下，我们只好让何医生帮忙把它送养。不好意思，狗狗被领养了。我的网红汪星人，星期天早上10点，八频道 Octo 时段，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本节目的视频。